手呢？啊，怎么会啊？他劈腿了！汪曼春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？那个女人还怀孕了，她怎么可以这样？我那么爱她，那么信任她。师哥，分手啊！这种男人留着过年啊！可是我好爱他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更爱他的人了，他配不上你啊！可是他也好爱我，他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我来倒酒，他带我去的医院都是无痛的小诊所，他的兄弟们都管我叫大嫂啊。他说你配不上我，可能是他心里比较苦吧。你讨厌了，那一会儿我们在希尔顿见啊。Papi酱，你说你也不盼着点别人好，竟劝人家分手，哪有你这样的。